两顿，亲自下厨。成交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今日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。多谢。那些像是断魂门的人，怎么还会有断魂门的余孽未除？我也不清楚。与你最后对决的那个人，体内的内力像是蓝银碧月，但他不会运转内力，也不像是自己修炼所得，有点像是窃取所获的。窃取？你说这会不会跟雍州那个神秘人有关，借着器物受伤一事，将我们二人的内力存于自己的体内？很有可能。这个人和断魂门的人一起出现，这里面自有蹊跷。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阴谋，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穷穷巨虚有关。断魂门、蓝银碧月、穷穷巨虚，我猜测断魂门背后就是穷穷巨虚，他们屠戮江湖，暗中搅乱局势，目的恐怕就是要推翻大东统治，只怕之后会更加的生灵涂炭。风女侠，不如我们试试改变这一切如何？正合我意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华春然明日选亲的选题，第一笔就是五笔。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我估计你第一关就会有问题。倒不是很难。你这只黑狐狸又有什么鬼主意了？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两顿，亲自下厨。成交。